旷世巨作金古奇观九七零二零，色相通正白羊子，所祝目的白羊圣庙安座大典，九月二六日台湾标准时间上午九点揭开序幕。来自各界贵宾、冠道总会各位礼担事以及海内外前沿代表莅临延长东营盛会，主办的一冠道总会首次以中、尼、南等六种语言全球同步直播，世界各极度亲线上共同见证历史性的这一刻。白羊圣庙一贯道祖师纪念馆的兴建意义非凡，一贯道总会王宝忠理事长表示，白羊圣殿的建构首先教导我们敬老尊严，长幼有序；第二，从外观来看可了解到一贯道崇高的道义及丰富的内涵；第三，因为有此圣殿，全球道亲可以回来寻根问祖，各祖先交流日愈密切热络，道务亦会蓬勃发展。图片启飞铁砂祖之圣德阳礼游场之献瑞迎宾开场，宝光崇正及法一崇德迎宾共计1200人，并以善波展演、一贯生存及天坛祖之赞颂、震人心扉的歌曲《磅礴上云天》，接住。接住引导其列队先行，各祖先领导前人们恭敬齐步登上108街，进行启飞铁砂仪式。红砂铁然老祖之师尊之母金身圣像，随后三一位来台开方第一代前人背圣像依序揭开，栩栩如生的面容仪态，令人怀想起前人背不老蓝柳无畏登云，感动在场的每一位前人。铁砂礼成，一曲敦煌飞天舞，演出天人同庆，共破达成共同的心愿。最后全体道亲献功请坛安坐，恭迎老母圣驾降临。图片感恩起者秋创辉煌白羊圣庙自1994年起的。计划兴建以天坛为形式，全栋内外采用景泰蓝青铜镶嵌，打造金古奇观旷世巨作的经典格局，为缅怀老祖之师尊之母之心愿。金陵山宗教艺术园区汤文万总裁深受前人德行感召，发心献力兴建。1995年9月一贯道总会第二届第15次礼担事会议正式接受汤总裁捐建白羊圣庙。于今圣庙安座，汤总裁致辞表示，首先感谢后学的老板不休息菩萨，因为他老的成全鼓励，才让后学有这个机会为一贯道付出。白羊圣庙酝酿了20余年，期间历经艰苦，后学始终相信不休息菩萨绝对会帮忙后学，最终有今天的安坐。道天天恩师德渊源远永流长，巍巍天恩耀十方，三期应运大道当，祖师奉命道元王，白羊圣庙永流芳。法一崇德负责群谢经理表示，今有白羊圣庙圣力，彰显师尊之母奉天承运，可大可久，永续发展，更促进一贯道各祖先的团结结合，也记载住一贯道弘扬史，建物内外同雕。
可历千年，将是历后上最有价值的文化资产。白羊圣庙即将在10月17日正式落成启用，盛典将迎来更多的嘉宾与关注，全球道亲都可以透过直播一同庆贺。感谢天恩师德图片评论已关闭。最新信息互动盛况圣节词语白羊圣庙影音专区投稿专区好康道商报提供者使用自定式范本建立你的专属独特网站。7963212050342728416439945 1 3 0 3 7 2 4 4 0 8 2 2 4